其实我自己看到这个 before 我的黑眼圈照片我不想看你说啊，我是用了整整是一个月啊，14个星期从啊，我一开始用第一个星期我就啊发觉我的脸部的色素均匀了，然后在第三个星期开始是我的眼部的细纹，然后眼袋黑眼圈的问题也减少了。